今天我们要辩论这个题目哦，我们看一下，它叫做长大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？站在正方的就是橙色，你认为是好事；站在蓝色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反方认为不是一件好事。现在我们五位要选你自己的立场。我们想先问一下陈立，为什么？因为长大更聪明了啊。虽然有时大多数时候是自作聪明，但是还是能看到更多美的东西。长大了，更聪明了，更自由了。好，我长大了，长大了，我长大了，长大了。长大就是想哭的时候不能哭，想笑的时候不能笑。长大了，更聪明了，更自由了。